12月30日讯， AKB48 成员小岛阳菜拥有天使脸蛋，连前田敦子都封她为 AKB48 美人代表，低罩杯的完美胸型更助她夺下最理想美胸女星。而她日前推出出道以来首本写真作品，竟大胆上半身全裸入镜，仅以单手遮住胸前两点回眸凝望，甚至直接上演上空滚床秀，波涛汹涌的视觉效果令粉丝血脉喷张。小岛阳菜25日发行出道以来首本写真书 K 基和乳，不吝惜宽衣解带放送火辣号身材，单手遮点的惹火美照也引起高度讨论。近来网络疯传她上半身全裸的绝美床照，只见她全身仅穿薄纱蓬蓬裙，露出大片白嫩肌肤，右手遮住胸前两点，露出无辜神情，甚至直接趴在床上对镜头猛放电，迷人模样令人无法招架。除了半裸露胸的辣照之外，小岛阳菜还以睡衣、小礼服等多种造型现身，强调女人娇羞中带有微微性感的一面。作品推出后，不止男性粉丝为之疯狂，签名会上更是吸引了大批女粉丝到场朝圣，大赞她即使裸着上身也不让人感到猥琐，身材堪称女人的梦想。